你看你的朋友喜帖有张 ER 结婚相的，都不知道收来做什么。你咪话啦，你个 friend 送嗰啲回礼礼物，送纸阵，都唔知掉唔掉好，嘥鬼晒。吓，咁不如唔好送啦。咁又唔好，回礼系新人嘅心意嚟嘅，点都要嘅。其实喜帖同回礼礼物点先可以靓得嚟又有意思呢？在回礼礼物方面，近年新人都趋向沿用酒店提供的小礼物或者一些实用性的物品，例如刻有宾客名的酒杯或者是酒等等，以减低浪费。而很多志愿团体现在都会有一些回礼转赠计划，就是建议新人用原本花在回礼礼物的金钱去捐助给有需要的人。团体就会 custom make 一张证书或者是卡去送给宾客，令到整份礼物变得更加有意义。在整个潮流来讲，环保和减少浪费是一个大原则来的。很多新人现在在揀选喜帖的时候，都会选用一些简单的设计，减低用纸量，去符合一个环保的原则的。同时有些亦都会揀选去 e-card， 用一些电子卡去代替传统的喜帖。